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还能干什么呀？脱离社会十几年，身上也没个一技之长。怎么会呢？当初为了帮简宏成。 偷了公司的票数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飞黄腾达。你再看看现在，他不但逼着我离婚，还一直跟我争夺小地瓜的抚养权，还是没一个靠得住。 那为什么不能靠自己呢？你那么优秀，如果你现在想独立，不再依赖别人，凭你的能力，你一定能做得很好。要相信你自己。